而且大能的人将颠簸、哦、跌倒了，绊倒，走路颠颠簸簸。大能的人，火要照着他们的分布从天上下来，有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来哦，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来哦，来，来吧。你想要啊？想要伤害这些见证人们？来哦，来哦，火要从天上下来呀、啊！你还没有达，还没有到他们的产业之前呢，哦，产业嘛，那个火已经从天上下来了，照着他们口中的分布，哇，不得了，哎，哇，这个我自己都经历过，真的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就是哦，我马上亲眼目睹火从天上下来，唰！哦，而且消耗他们的仇敌，有没有？我是主嘛，他们将被差遣到每一个城市，他们要宣告我的审判，有没有？见证人们。要被拆遣到每个城市的、哦、人的城市将被咒诅，因此他们将被恨恶。启示录完全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。启示录不是讲吗？那些见证人被恨恶嘛、哦、后来两个见证人是不是被杀了？有嘛？然后尸体是不是哦，暴露在，哦，在大城里面有没有？在那个，按照灵异说嘛，就是埃及嘛，按照灵异说嘛，就埃及嘛，哦，就是他们钉十字架，就是他们的祖辈钉十字架的地方嘛，也就世界了，世界。但是更确切的说，就是上帝话所说的，他们的祖辈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就是哥哥他山嘛，哦，两个见证人被埋葬嘛，有没有？尸首暴露在外，不准埋葬嘛，三天的时间嘛，哦，三天以后有气息进来，进入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醒过来嘛，哦，众人都看见了嘛，这个上启示录的话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应验在你我的眼前呢，傻傻的。宣告，因此他们要被恨恶嘛，有没有？这些人被恨恶嘛，然后他们，那个两个见证人死了以后，他们互相馈送礼物嘛，有没有？因此整个世界将样板看见他们的样板呢，看见他们了，因为毁灭跑在他们前头啊，而火紧紧地尾随在后啊，看呐、啊。主你们的上帝已经预备了毁灭的天使，看啊，我正差遣两者哦，那些从底下来的将被释放来毁灭又杀害，而那些从天在天上的将被差遣下来成就我的命令。有从底下来的，有从天上来的，两者已经被差遣出来了。嗯，哦。祸灾，祸灾，祸灾！住在地上的人呢？祸灾，祸灾！有没有？哦，而那些在天上的将被差遣下来，成就我的命令，要宣告和施行我的审判。他们是快速的，并且他们将在全地上来来回回吹一大响的号角，一大响的号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呀、啊！上帝的号角吹了，带来火和愤怒，并且有些将保护，同时其他的要杀戮啊！
有些要被保护，嗯，有一些人，那预计哦，有留下的余数嘛，这个余数就是要被保护的，就是这个余数啊，被保护，然后要进入新天新地嘛。然而在我的见证人中，我自己我要来居住，我再次强调了，耶稣基督，上帝，自己要来居住在这些见证人中间。祸哉，一切来抵挡我者，有没有？一切来抵挡我者，祸哉，写在你的脸上。我是耶和华，有没有？我是耶和华。哦，上帝的话，你看，35分钟，来。听一首歌，哼，听首歌了。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whenever a cloud appears in the blue. Remember somewhere the sun is shining, and so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make it shine for you, a heart full of joy and gladness will always banish sadness and strife. So always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. Try to find the sunny side of life.先到这里啊、哦。